郑妹穿超紧身小短裤开球超性感，当她一转身超猛正面，让我鼻血止不住了。韩国因为遭受美国的洗礼，棒球运动发展的特别好，但是最近上座率下滑，观众太少，卖不动门票。于是韩国棒球协会想到一招，怒请演艺明星来开球，美女一来，当场坐满观众。韩国棒球协会领导大喜，就承诺下场比赛还要选你。我觉得找郑妹开球真的是一个很棒的 idea， 不知道一开始是谁想的。因为开球的姿势真的是很容易展露身体曲线呐，尤其如果穿得贴身一点，那真是 Coley Seal Way， 是今年肌肉狂热比基尼大赛 Muscle Mania Bikini 得奖者。在13日 SK 飞龙对上斗山熊的比赛，获邀担任开球嘉宾，而他抬起左脚与右脚成一条直线的朝天灯投球，让现场观众发出惊叹的声音。而 Coley Seal Way 投出的虽然力道十足，不过稍欠准头，让捕手目送到头的球飞去身后。韩国正妹 Coley Seal Way 穿白色紧身短裤开球，一字马露出的街市蜜桃臀线也让网友裤裆硬硬的影片。